早上还是去上学、喔，弄这么硬哦、喔。然后中午请假，所以我们大概十一点半。你说下午三点的飞机？下午三点半，松山，哦、松山。那可以了，中午放学，然后直接往机场。没有，可是正常，如果你下午要出门，早上回家不会，不会，不会。好大的树！还有鸟呢。它是斜另外一边就被圈起来。练练甩功啊！啊，这有啦，两边现在是有肥肉，行个无啦，差不多就。不要以前到八十，八十之前都喝啤酒，身高八十，你身高这样八几斤？八十几也还好。八十几，哎，真有肉，哦，对啊，今天七斤，对啊，他到七十八斤，你要看减肥。我你去变数啦，你去变数出来了，好，啊，坐得去啊，你该再晒啊，要你该再晒啊，各自回家了啊。对啊，这嘛当洗啦，哎，当洗啊，这有够，这无停，这无停车的档啦。对啊，同位啊，同位的啊。你不要在先行啊！啊，我等你。啊，伊叫是人啊，要等后壁的呢。好，你先行啊，个人家行啊。对啦，啊，无共路啊，个人行无共路咯。啊，因为共路的啦。那我们就先走。好好好。他说我们先走。好，好，我先行，拜拜。一过来就较大路啊，吼。对啊，一点尔。但是你若要坐2000以来，你就爱穿长的长裤。
迄有蠓，蠓够多。啊，地上好啊，地无啊咧，阿母嘛会。尤其热天嘛，就爱穿长长的。车上有他的帽子。对啊，啊长的，嘛热天嘛就要背长的，才有法度。无得啊，早起抹药啊，就随时拢爱。